亲子台，暑假陪你天天看电影，最新最强档。我把你带回来是要工作的。我受够了被使唤来使唤去的。我要诅咒一乘法。机灵聪明的安雅，改变他们的想法，也改变自己的生活呢。8月11号晚上8点，安雅与魔女就在萌萌亲子台。